害虫咬人怎么处理？第一，发现被咬后，不可强行拔除，以免撕伤皮肤，即防止口气断在皮内。可用乙醚、煤油、松节油、旱烟油涂在败的头部或败的旁边，点燃蚊香，等败自行松口。第二，去除败的伤口后，要在伤口处消毒。如发现败的口气断在皮内，要进行手术取出。在伤口周围以2%的盐酸利多卡因做局部封闭。第三，出现全身中毒症状，要给予抗组胺药或皮质类固醇。出现败麻痹或败咬热，要及时进行抢救。